好，那我唱一首自己写的。其实为什么要唱一姐的歌呢？因为那个就是他真的很优秀啊，就是已经唱得比我好这样。然后他的作品就真的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就很多那种艺术的想象对我而言。然后重点他下礼拜五要来铁花村表演，所以大家有空一定要看。好，看我同一天。大家就是如果有在台中的话，一定要来看。然后对，他下半场，我唱一首我自己写的歌，叫《迪卡的幻想》。
下一个转弯。帮我唱两首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 我怕那个后面很多人。唱两首算了。好吧，谢谢大家。如果还要听的话，下礼拜五。大家拜拜。